李总，你一会儿一定少喝点酒。最近减肥都把胃给饿坏了，我跟 Peter 来就行。我知道了。没关系，你帮他约就行了。不过我觉得这个于曼妮挺单纯的啊，以为就凭他出面跟电视台做做公关，就能拿到广告时间，他在做梦吧他。OK， 明白了。老公，恭喜你啊！你这局不仅成功离间了许诺跟迪欧，还把迪欧给逼上了绝路。哼！不过这个许诺，你打算怎么办？要召他回来吗？回头草哪有那么好吃啊！我这一次，我就需要让他知道，背叛我他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要让他在业内无路可走。你可真狠，不可能干成大事。老公，我真是越来越崇拜你啦。志哲，志哲，你赶快开车到医院去。您怎么了？哪不舒服？不是我，是曼妮。曼妮啊，她为了广告的事情跟那些媒体人在搞关系，结果呢喝酒喝到胃出血了。哎呀，他爸爸身体又不好，他不敢通知家里。你赶快去看他呀！我知道了。醒了，感觉好点了吗？志泽，怎么样？我们广告时间拿到了吗？你现在就别管工作上的事儿了，先把身体养好。都怪我，都怪我不好。不怪你，不怪你，只是你也太傻了。现在的情况不是光靠喝酒就能解决问题的。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但是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不能做。你是个明白人，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今天跟 Peter 谈话的事情你知道了吗？我知道了，我只是想帮你，为了你，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还疼吗？多休息，需不需要帮你叫医生？每一种类型的广告片都要硬媒的支持，没有广告时间怎么办呢？要用网络吗？啊，怎么办啊？天哪，给我一点灵感吧。徐总，你看我这脸，这痘痘一个接一个，自己都看不下去，没脸见人了。我看看。
我来帮你。以前没发现，你打扮起来还真的挺好看的。真的太神奇了，我一直以为要靠整容才可以变漂亮，真的没想到这化个妆打扮一下换身衣服就完全不一样了。变一个人，变一个人，职场美妆变身。想什么呢？上海房价实在是太贵了。你不住别墅里的？有人赶你了吗？那倒没有，就是我自己住的不自在。那么高档的地方，本来我就是跟着徐总沾光的，现在吧，徐总都不住了，我还赖在里面不走，实在不好。嗯、你这房子可真好啊。哎，老房子了，就这家。快来吧，欢迎。小吉，你家真温馨。原来这是一室一厅的，现在上面给你加了个隔断，做了一个小的卧室，有点简陋，你别在意啊。齐哲，你对我真好，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不用，举手之劳嘛。说真的，我在这个城市从来没感觉到过爱，也像流浪狗一样挣扎过。直到认识你，我学会了坚强，也感觉到了温暖。小吉，我上去看看。哦，好。嗯，喂，记者，你现在有没有时间晚上请你吃饭？行，吃饭可以，但是我想带个人过来，你不介意吧？我介意。你现在赶紧过来，你一个人过来啊。哦，那好吧，先这样。弯弯，弯弯，哎，怎么了？不好意思，我可能得出去一下，有点急事儿，要不然你先收拾一下。厨房有吃的，热一下就能吃了，我很快就回来，好吗？嗯，好的。那我先走了。嗯，慢点啊。我的新家。这份方案的核心内容实在是太棒了，不仅可以让大家都积极参与，而且持续时间还长，效果肯定好。而且有了这份方案，咱们跟法国那边的关系肯定也能修复，这样的话迪欧就复活了，咱们跟徐总都能复活。小吉，我真是越来越发现你真是一个特善良、特仗义、特有眼光、特智慧。你这夸人夸的也太直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所以那徐总准备下一步怎么办？明天你去找沈总把东西交给他。我？嗯。啊，对了，你一定要记得啊，整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写的，没有任何人参与。为什么？这明明是徐总的心血，怎么就成了我的呢？现在不是论功行赏的时候，所以你不能推辞。而且整个策划部的人都知道，除了你以外，所有人都是跟皮特混日子的，只有你一个人在钻研业务，所以这份东西你给他，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这不合适吧？看结果，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如果真的是许诺给的话，说不定会适得其反，计划会被耽搁。到时候你就说 P
Peter 一直压制着你，其实你是有才华，也有这个意愿为公司效力的。反正你跟 Peter 之前不是也撕破过脸吗？所以你这么说大家都能理解。那行，我明白了。这个方案你做的？对，给点意见。利用新媒体来做推广，确实是个不错的手段。现在电视上的广告时间全被赵天成给买断了，但是平台好说，内容呢？没有内容的话，就是纸上谈兵啊。时间太紧了，我现在确定了传播平台跟传播手段，但是核心的内容还要再商榷。那怎么办？而且新媒体运营是需要资金的。现在金载元那边的资金管理人是许诺，人都不在了，我们怎么用那些钱？沈总，请原谅我的越级汇报，非常时机，非常之举。我想每一个迪欧人都愿意在危机时刻为迪欧贡献一份力量。这是你做的？是。走吧，我们去会议室，你跟所有人介绍一下你的方案。针对这次法国的新产品茶蕊系列，我建议以职场美妆变身秀的形式进行网络宣传，主题就是化平庸为神奇，帮助职场女性改变形象，让她们更有自信心，更有竞争力。记者，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之前没有我们内部讨论过啊？请大家针对这个方案进行讨论，其他的事情并不重要。这么做不仅可以唤起消费者对我们迪欧新品牌的认识，让大家从内心深处开始理解并且赞同我们的产品内涵，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获得一批持久而又忠诚的专属会员。更重要的是，新媒体相对比较灵活，成本也低，我认为是打破目前僵局最好的办法。网上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龙蛇混杂，什么都有，那一旦做不好的话，那不自砸招牌吗？对吧？再说了，我们肯定需要一个合适的平台呀。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决定，但执行上会有些困难。就像李楠所说的，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最好是一个已经固定的栏目和他合作。这样子一来，恐怕花的时间会很长。今天请大家来，是讨论这个思路可不可行，请大家从战略层面去考虑，具体执行跟战术怎么做，不是今天开会要解决的问题。可是法方已经停止了推广的费用，也暂缓了品牌授权，我们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没有法方的支持，我们就不能做了吗？大家可别忘了，在之前的销售 PK 里，我们可是创造了3天28万的好成绩。截止到今天，我们这款产品仍然是各大专柜的销售冠军，客户对我们这款产品依然是赞美有加。所以我建议先用韩后茶蕊系列制造护肤热点话题，制作视频在网上进行同步宣传。但是美妆秀节目对策划和包装团队要求非常高，我认为我们运营策划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可以放手一试。不要太乐观了，这个虽然听起来很热闹，相当于就是画饼充饥嘛，还是个披萨饼，哼，美味但不实际。请大家放心，我会让迪欧吃上这张披萨饼。还有其他的意见吗？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我希望各部门全力配合吉哲执行这个方案。在这个方案里，吉哲是第一负责人，营销、运营、财务各部门所有人员都听吉哲的调配。能够在困境中站起来、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是具有领袖特质的。这样的人，我欣赏并且支持。Manny， 我跟林丹马上去法国，公司就交给你了。这个方案，你都留心。我知道了。散会吧。
但是这个案子如果想做好，外围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联系接洽，我呢精力顾不过来，所以执行刑案的细化还需要另外有人来做，有人自愿愿意接手吗？我觉得不用了吧，你本事那么大，能越过我，越过于总，越过那么多级，直接去找沈总，你那么厉害，你就自己来吧。我知道我越过你，你心里不舒服，但是现在是敌欧的非常时期，我没有时间去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我只知道敌欧好了，我们大家就都会好。说得好，说得好。哎，我发现这小吉现在说话越来越像领导了。我以前都没看出来啊，藏得够深的。我早就说过，乱世出枭雄。吉哲，你厉害，我挺你。这什么情况啊？现在什么情况？有人趁乱想出来占山头了。Oh no！ 这样吧，我这边主要就抓新方案的落实，但是咱们运营部原有的工作也不能放下。Peter， 从现在开始，你和悠悠就主要负责日常的促销和展选品的管理，其他人有人如果愿意加入我的项目组，可以给我发邮件。就这样，散会。行啊，你这一出马把这 Peter 权力都给限制住了，合着他现在就等着打砸呢。我知道他是于总的人，我动不了他，但是我也不会让他碍咱们的事儿，给咱们添乱。做得好。哎，平台那边的事情落实的怎么样了？徐总真的找到了靠谱的合作栏目了？你放一百个心吧，他是绝对不会打没有准备的仗的。他已经跟漂亮说那边静姐已经说好了。漂亮说呀，我可爱看了。你也里面美女多是吧？哎呦，不是，就之前看。后来栏目不是重新改版了吗？一期好一期坏的，我就不追了。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机遇啊，你没听说过吗？盛世之邦，乱世之源，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异军突起。你一定要做好选拔模特的工作，但是要把你的喜好收掉，不能选美女，要选丑的，丑的有特点的。好吧，我去忙了，拜拜。于总，吉哲这小子太嚣张了，这事儿您一定要替我做主啊。我觉得沈总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时候能站出来帮公司做策划的人绝对忠心耿耿。 Peter， 你放宽心，多多支持吉哲。哎呀，于总啊，您真是太善良了，根本就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什么意思？今天我看见刘瑞和吉哲两个人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说什么呢。还有那个曲弯弯，之前不是跟许诺同吃同住吗？现在搬过去跟吉哲住一块了，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怎么又是许诺？保不齐。哎呀，会不会是许诺干的？我就说吉哲这小子没这么厉害，他几斤几两我最清楚了。是把我搞乱了，许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是想借机献媚，做出点成绩给沈总看？他如果要出面，需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吗？嗯，有可能是怀恨在心，然后来给咱们捣乱，让咱们多花冤枉钱，对吧？这倒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于总，您可得把好关啊，千万不要让他值公司的钱。钱这方面你给他控制住了，他什么都干不了。行，待会再弄吧。哎呀，看完了，怎么样？计划书倒是挺诱人的，可是这里也没我们啊，什么意思啊？急了，这就急了。你说这方案要是给到你们领导手里，他看了会怎么想？那肯定跟我一样啊，羡慕嫉妒恨呗。那你就告诉他，本来呢，这方案是打算跟风尚佳人的栏目签约的，但是你通过个人的关系硬把它截下来了。欲擒故纵。我这是帮静姐实现从主持人到制片人的成功转型。你想啊，在栏目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帮栏目组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跟领导要求当个制片人，他不会不答应吧？
只要能帮节目提升点击率，不被拿掉，提什么要求领导都能答应。对啊，所以这件事情于公于私于你于我都有好处。怎么样，成交吧？嗯，成交还稍微早了点，我可以按你说的做。不过你要知道，我们领导可不是那种光看个什么计划书就能动心的人，你怎么着也得给他来点真格的。我明白，我已经安排好了前期预热话题，但是呢，要借用一下你的棚进行录制。哎呀，你是一点都没变呐。好，帮你。你这么早就撤了，什么情况？身体特别不舒服，之前呢被许诺迫害的我就有些抑郁，现在又被下属逼宫，哎呦，我这心脏啊难受得不得了。我请了年假，好好调养一下。申请呢我是填好了，你们随意，好自为之。领导都撤了，咱们还扛什么呀？有年假的休年假，没年假的请病假啊。安娜姐，你也要请假？我是要填单子请假的，不然留下来就成了跟小吉一样对抗 Peter 的帮凶。我是佩服他的勇气，可是他这么拼命是为了给他自己上位，我就没必要当这个炮灰了。Anna 呢，就是我们部门最有智慧的女人，我们听她的肯定没错。走吧，悠悠。小吉，咱们运营策划部的人都请假了，现在就剩咱们两个，这该怎么办啊？这不挺好的吗？混日子的人都回家了，就剩咱们俩。机会不就摆在咱们面前吗？嗯，你放心，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挺你到底。谢谢你，文文，加油！加油！啊！哦！模特，搞定。造型方案，搞定。竞技团队，搞定。播出时间，搞定。一切都搞定了，就差钱了。就看小吉的了。认真点。给，销售报告我已经核对好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你帮我查一下这几个节目的收视率，还有他们的评论，在网上看看，尤其是那种负面评论，骂得越狠的越好。你帮我截个屏，做个 PPT 发过来。有什么可人好的呀？你人才好呢，刚才就剩一碗方便面了，还给我吃，自己挨着饿，我都很感动的。怎么了？我前男友也说过一样的话。是吗？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段时间找不着工作，在出租房里过得特别苦，一块方便面我们俩都不舍得一次性吃了，每次到了这个时候我都骗他，我说我吃了，他当时特别感动，他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忘了宁愿饿肚子要劝他多吃一点的我。后来我先找到了工作，我就在老家打工挣钱，他到了上海读研究生。然后后来就来了上海，跟他团聚了。你知道那种一个人突然在你生活中消失的感觉吗？他就是那样，突然有一天
我就怎么也联系不到他了。我当时像疯了一样来到上海，我拿着他的照片，我四处去找。后来我终于打听到他在这栋楼里上班，我就天天来这儿等他。终于有一天我见到他了，可他对我说我们差距太大了，是黄浦江到太平洋。这个人可真是个人渣。那天我来迪欧面试，那天我接的就是他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怪不得你那天哭得那么伤心呢。不过这个男的他人品那么差，你跟他分手了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其实我来迪欧也是为了他，我想如果我能进迪欧，那我也是白领了，可以缩短和他的距离。的确现在我们在同一栋楼里上班，偶尔在大厅或者电梯里还能遇到，可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这种感觉真的很可怕。上海真是个奇怪的地方，能让一个人完全改变。赵总。啊，谢谢赵总。那边现在有动静吗？最近有一个员工搞了一个提议，说是跟什么网站合作搞一个海选的节目，我觉得有点问题。哗众取宠吧，网络，我就不信他们能搞出多大动静来。赵总，我那事儿您看。你放心吧，你的事儿我都记着呢。我现在还没到完胜的时候，只差一步了。等总部和迪欧解完约，我跟他们签完合同，你的事儿我马上办。谢谢赵总。老大已经约好了，雷诺和菲娜夫人已经在会议室等你了。他们想先听听你的方案，再决定要不要开股东大会。在这个方案里面，你觉得法方能够提出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咱们的方案没有任何话说，对方一定会喜欢。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启动资金，毕竟最近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想他们一定会非常慎重。And we really think that we will have big progress in a very near future. So, that's my presentation of our proposal.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time, and I do think and wish that Ms. Fina can take our suggestions seriously. I think that you can present what I want to say to the company, because I know you know what I want to say to them, so I'm going to let you go ahead and present everything. It's no problem. Go ahead. Well, to be honest, that marketing plan was very good. But based on the past, there's been a few mistakes. You can imagine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 being very cautious. So we can't make a decision right now. It'll have to be left to another date. So, Shen, I just hope you understand. Yeah, of course. I can totally understand.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Jin. 沈总呢？沈总不在啊。平常这点不早到了吗？沈总去法国了。啊？怎么了？哎呦，那可怎么办呢？我这还有预算等着他批呢，他要不批的话，我这没法往下进行了，我需要启动资金。沈总走的时候不是交代过了吗？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去找各部门的负责人，你要是要钱的话找财政部的朱老师。能行吗？你那么厉害，我看好你哦。好吧。您再看一下吧。哎，别再捣乱了，我们马上干。走走走。朱老师，您再看一下我。我财务到什么地方了？哎，你们听着呀，以后你有沈总的批示，谁也不能把一分钱踢走。哎，小蛮牛不可怕，
又老又泼的才是天下无敌。如你所料，他们在纠结集团资金的事情。如果想让他们出钱，就得让他们看到效果。这下麻烦。那国内情况怎么样？不怎么样，没进展。其实就算拼了老命，也孤难支。我还是高估他们了，这个时候还在内斗。我应该把你留在国内，起码可以盯着他们。我留是有什么用啊？我又搞不定他们。好的，保持啊。哎，我们的光能不能再亮一点？因为我们的宣传海报这次要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哎呀，这人怎么这么逗？这个时候走了。哎呀，怎么？好了，那我知道了。哎呦，我真是的，那个皇上不急急死太监，你说你在这边张罗着拍海报，人沈总压根心里面就没这个事儿，自己跑到法国去了。小吉连夜做的这方案到现在都没有人批，没人批就没人批呗，我照做不误。大姐，你拿什么做呀？你有钱吗？这些东西哪个不需要钱呀？哎，从这上头取。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你是不是疯了你？放心，不管是人还是钱，是我的，最终都会还回来的。是疯了你。刘瑞，刘瑞，吉哲和静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现在过来。好，走吧，我们走。王安，灯光准备好了吗？徐总，一切准备好了。好吗？好，所有人啊，听我倒数三下，正式开始。三、二、一，开始。大家好，欢迎来到由韩后赞助播出的职场美妆变身秀，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正在招募变装达人，如果你想看到另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的话，就老叔报名吧。您过来一下，大家的加入，这不是吉哲吗？哎，你看，您作为护肤达人，能跟大家分享？小吉挺有办法呀。可以啊，您看这点击量蹭蹭的。安全和天然，而且这显然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还挺能折腾。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位粉丝想上台，让你对他的皮肤进行一个点评，可以？这是不是徐墨呀？那我们有请。好的，欢迎您。真是的，居然做点评嘉宾了？难道他去新媒体上班了？这里是职场美妆变身秀，源于天然的灵感，造就天然的美丽。本节目由韩后冠名播出，同时也要感谢欧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嗯，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下期见。辛苦了，走吧。OK， 拜。辛苦了，静姐，特别好。辛苦什么呀？咱俩联手，那还有问题啊？多亏你的支持啊，要不然这次达人招募的反响也不会那么好。哎，没问题，明天咱俩又上头条了。走吧，走。于总，漂亮叔的人来了，想在公司取下景。那边是我们的策划部。啊。吉哲，这次的活动做得不错。其实都是许多人一起努力的成果嘛。李总，这是我们漂亮说的外景编导刘爱薇。啊，你好，你好，我是于曼妮，是迪欧的副总裁。那谁呀？你谁呀？我这认你吗？我。你好，于总。久仰于总的大名，没想到今天见到本人，于总的气质可真是很好啊。薇姐，我先去上个洗手间啊，你们先聊。你先去忙，有记者陪我就行。
薇姐，这个活动要不要采访一下我们公司领导啊？这样谈一谈关于品牌概念什么的，让观众好再认识一下我们公司。当然可以啊。那不知道你们公司有哪位领导愿意出镜呢？我们于总啊，我们于总是公司副总裁，也是迪欧的创始人之一。哦，那行，采谁都可以。那个阿森、小张，你跟我去楼上采访，然后大伟，你去拍一下公司的其他方面。来，这边。好，你能带我去转转吗？哦，好，我带你去。哦，这就是我办公室。嗯，好。对，好。哎，这边好了，可以吗？啊，可以的。这边。好 ，OK， 可以。好，再过来点。不好意思啊。因为这是代表公司的形象，所以再化一下妆。你等我一下，马上就好。啊，没事，于总您慢慢化啊。嗯，那个阿森啊，你把这个沙发整体往那边推一下。啊，于总，一会儿您坐在这儿。好，这光线好。好，小张，把反光板拿一下。哎，好的。这边打一下。好了，于总，一会儿呢你就谈一下这个迪欧品牌的内涵和它的成长史。好，不要紧张啊，那个说错了没关系，我们后期呢还会剪的。好。好了，那于总，我们开始了。我们迪欧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品牌，我们希望用我们这种行动的方式，让每一位女性变得更有自信，更美丽，这也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初衷。这样讲可以吗？啊，非常好，您说的非常好，是不是啊？鼓掌。谢谢。你可真是啊！关键时刻你上什么厕所呀？妈呀！我都憋一天了，我还不上厕所啊？是，你是舒服了，露脸的机会全让于总给抢走了。哎呀，这有什么好争的呀？露不露脸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你别像个女人似的在这计较啊！咱们得踏踏实实的做实事。你说的对，还是你大气。行，那我们就收工了啊。哦，话筒。好，谢谢啊，辛苦了。咱们收。哦，对了，等片子出来以后，可不可以拷贝一份给我？我想留作纪念。没问题，谢谢。辛苦了，辛苦了。那我们走了啊。嗯，谢谢啊。再见，于总。再见，于总。辛苦了。你呢？送一下。好嘞。谢谢啊。辛苦了，刘记者，麻烦你们跑一趟。没事，好嘞，慢点啊，慢点。哎，再见，拜拜。哎，根本就没开机，没录上啊，怎么给他寄片子？魏姐到底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次去苏州见的那个白总？哦，就是那个给咱们赞助庄园还食宿全包的那个土豪。是啊，魏姐惦记他好几年了，可是那个白总的心思啊，全都在刚刚咱们拍的那个于总的身上。薇姐感情是公报私仇啊。怎么样，刚才我表现如何？李总，他们耍你呢，那机器根本就没开机，什么玩意儿都没录上。哎，Shen，How are you? I've got great news. I just saw the video online. I'm so impressed. Amazing. Far beyond our expectations. And Miss Fina is going to treat you to dinner tonight. And another bonus is that we finished the marketing, ready to go to sign the contract with you as soon as you are. That's great. Yeah. What video online? You're joking with me, right? No.You didn't see it? Let me show you on my phone. I downloaded it. Here. 作为一名时尚达人，请问你是如何定义女人的美丽？美丽的女人呢，不一定天生丽质，但一定要知道如何装扮。You didn't know about this? No. I know about this, but I just it's in my file somewhere, so I didn't open it.